菊花姐姐，我想问啊，人家讲哦，男生插的越深的话，女生就越爽，是吗？ OK， 女生阴道的长度大概是7到9 cm， 那真正有感觉的地方只是在于前面的3到5 cm 而已。那亚洲男生的弟弟的长度大概是10 cm 左右，所以只要进去呢是有4 cm 的话，那妹妹就会有感觉了。这样如果是长度还是宽度，哪一个比较爽嘞？那如果硬硬要在细长或者是粗短来做一个比较的话，答案是粗短，因为只要它的这个短呢是有足够的5 cm 的话，那其实就已经可以满足一个女人了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所以不要再一直追求长度了，反正你应该要在乎的是持久度和硬度。那如果你是藏起来可是软软的，女生要想爽，男人记住了吗？分享给你关心的那一位朋友，赶快带开门。